欢迎收看华润凤凰聚焦。这张图片是一段航拍视频的截图，画面上的人字，红色的是熊熊燃烧的山火，而蓝色的长龙是灭火人员们佩戴的头灯。头灯下许多是自发前往扑救的普通民众，灭火可能是他们生平头一次。握紧油锯，稳住摩托，用脚攀爬，肩扛手拿，送水送餐，参与的方式多种多样。这可是持续超过40摄氏度的高热天气，而且是在陡峭山间，而山火越猛，志愿者们就越勇。今天我们想带您走进八月末内地重庆缙云山那场5天4夜的山火扑救。像你我一样的普通生活者，是谁从平凡生活中雄起？2022年8月底。受持续高温影响，重庆多地发生森林山火。面对大火可能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一批又一批志愿者陆续加入。最引人关注的是重庆的一批摩托车手。这些摩托车手前一秒还是外卖小哥、快递员、专业越野摩托手、摩托车爱好者，在山火的集结令下，他们来到了救火现场。这个背着竹篓、推着摩托准备装车的小伙子叫罗强，是重庆一名普通的摩托车爱好者，自己经营着一间摩托车行。今天是他第二次整装准备前往缙云山进行支援，同行的还有他的车友戴松。你们那儿出发没得？啊，你们走哪点，我们走哪点嘛？要不你发个位置嘛？因为北边有些地方封控了，不准过的嘛。这样子嘛，我们走绕城嘛，你哈儿发位置过嘛？重庆市区离起火点缙云山有一段路程，大多数摩托车手都是开车将摩托车拉到山脚的歇马街道，再骑车上山运送物资。还没有下高速，就已经能够看到山上浓烟滚滚，山火仍在继续燃烧。才挖的那个新鲜的那个是隔热带，因为隔热带上面的话就怕那个火燃过来，然后我们要在那个位置守住，一志愿者在上面打火灭火，那些我们要给他们运送矿泉水物资上去。抵达缙云山脚下，山火清晰可见，直升机正在一趟趟往返山火周边洒水，给未被山火点燃的植被降温，以免火势继续外延。此时歇马街道附近已经聚集了不少赶来支援的摩托车手。截止到8月24日中午12点，重庆北碚缙云山山火已燃烧将近60小时，现场已有700多名摩托车志愿者参与运输物资和人员。罗强和戴松抵达后，马上加入到运送矿泉水上山的队伍中。现在我们要到一个新点，他们这个都不知道，我们要去差不多15、10点。你就带他们喽。哎，我带他们。有点晃晃，等着呢。现在看到这个是水泥路嘛，过了水泥路，然后就是一条山路，很陡坡，非常就是这么厚，里面也有石头，你只能越野车上。基本上路都看不见。在这场与时间赛跑的救火行动中，除了消防、武警等专业正规的救援力量外，民间自发组成的救援力量从四面八方汇集到缙云山下，短时间内就集结了数千名志愿者。他们在救援现场不分职业、无关性别，只有一份守护家乡的信念。我们属于土生土长的北碚市民，不能让整个缙云山燃起来，所以说我们都自发性我们上来，尽我们一点微薄之力，舍弃我们自身的力来求那个缙云山，保住我们的缙云山，保住我们的青山绿水。修车师刘海和自己的弟弟、徒弟三个人一起来的，弟弟开摩托车送人上下山，徒弟在这里做后勤保障志愿者，他自己负责帮忙修车。白天修了几十辆了嘛，
山那么陡，那车磨损太大了，车容易坏，所以说我们就自发就来了，晓得摩托车。缙云山位于重庆北碚区，距重庆主城区只有30多公里远，在重庆人心中有着独特的地位。它着火了，牵动着的是山城无数普通百姓的心。我们从小就是看着这个山长大的，它应该是陪着我们长大。那个山烧得不得了，从小爬山嘛，爬上去再走下来，也叫玩了，也叫春游了呀，知道吧？所以是有感情的，必须要保住它呀。一时间从山东那边赶过来，连夜，昨天晚上在山东，今天早上就跑到那个地方。正好我是卖摩托的，也有摩托，也有那个驾驶经验，第一时间就赶到那个地方来灭火。山势陡峭，交通不便是本次缙云山扑救山火遇到的最大困难，单靠人背肩扛，很难将物资运上山。几百辆摩托车组成的志愿者车队成为主力军，参与运输物资和人员。是00后吗？99年的最后两天。每天大概十几个小时，对，今天下午2、3点钟吧，2、3点钟过来直接就投入了。听从那个现场的工作人员安排嘛，他需要我们搬运啥子东西，运输啥子东西，我们直接闷头干就行了，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嘛。在山城重庆，摩托车是主要的交通工具之一，街头摩托车随处可见，是名副其实的魔都。8月21日开始，这里聚集了各种各样的摩托车，家用踏板车、时尚复古摩托、越野机车在山火现场开始了接力运输。上山的路并不好走，有的地方坡度超过45度，还会遇到山石等障碍物。都是土路嘛，灰尘很大，如果说前面有一台车子的话在走的话，后面的话能进路只得1米的样子，是非常非常大的灰尘，火比较多一点，背些东西没有说平时练车那么好上去，很几十斤东西那些的话上去就不太好上。最危险的时候是火场距离我只有10米，去最后一个救援点，上面的路是没有隔离带，然后路也是非铺装的道路，全是石子泥沙，但是我们所有的摩友还是很艰难的上去，虽然说下面就是万丈悬崖，落差很大。今年刚满21岁的张宇已经是一个有经验的摩托车骑手了，经营着一家摩托车店。听到需要摩托车手往山上运输物资，他马上报名参加。上山的道路不少是用挖掘机临时修出来的，路面宽度仅1米多。出于安全考虑，参与志愿工作的摩托车手都会被筛选，只有技术足够娴熟的才能运送物资到一线。摩托车在那次救援活动是必不可少的一环，我们才召集了救援山火的机车团队，在我身旁的小伙伴和对向的摩托车相撞了，躺到地上第一句话就是不要管我，先去救火。我父母第一句话问我是火灭没有，然后第二句才是问我的情况，中没中暑啊，摔没摔啊，火场危不危险啊。摩托车志愿者每人都有个竹背篓用来放物资，水、药品、热腾腾的饭菜都是他们一趟趟这样背上去的。山路颠簸，要保证物资完整，速度也要快。骑个摩托车呼的一下飞出来落到我们面前，马上下来把那个背包打开，当时是递给我的一碗稀饭、一个馒头、一个包子，然后他给我说了一句话，他哥子你快点吃，不够吃我马上到山下又去拿。真的当时他说那句话，真的眼泪都绷不住了。车手们每天要往返运送物资数十趟，在山上待十几个小时，很多骑手出现了中暑。龙麻子那个时期没有吃饭，中暑了，吐出来的东西全都是水，没有一点的食物残渣。连干十几个小时，心疼他，其实太努力了，都是为了救自己的家园。就是视频里面这个重庆崽儿可了不得，在重庆北碚缙云山脉突发山火的第一时间，硬是在运输物资的山路上来回奔波了整整36个小时，身体出现严重透支现象，多次趴在摩托车上呕吐，但一想到火情争分夺秒，又义无反顾开着他的摩托车冲上山里。视频中的年轻小伙叫龙杰，是一名外卖小哥，在运送物资的过程当中多次出现中暑、呕吐、脱水等症状。我们见到他时，
他再次因为中暑出现了身体不适。啊，好，马上就好，快去马上。不要怕，真的是人。痛啊！痛啊！痛了一下，那神都回来了。死就该带两口啊！痛啊！不吧？还痛，应该都没啥子事的。上面灰尘太大了，路都看不到。那个是好擦的。那个一出沙滩的那些，那都是寒湿在门跟心里边，马上我出来，好把汗珠个那个湿对哈，那个出来都好了。他心脏功能的一下都恢复了噻，那个东西。那这样。给山上一线救火的人员送完物资后，龙杰等人终于有时间休息一下。志愿者们马上送来了热腾腾的盒饭，这些都是民众自发送来的。我嘞，吃冰箱，吃冰箱，吃。来，火把我烤残了。就是这种的把我喊起来了，啊，只要干部是拿到去，哦，把火干出来。我们打算通宵，我们下午来都是打算通宵的。因为白天人比较多，晚上就人比较少，所以说我们就组织了10-20个人，晚上主要是晚上。冬天好冷吗？到12点就把那个头灯拿到那个顶子去。口罩。12点那边有多的。那手套。是啥东西？就是那个头灯。头灯的、啊。对。10号店哦。短暂的休息之后，年轻的摩托车手们开始继续往山上运送物资。这次他们运送的主要是头灯等夜间一线救火所需要的物品。山下准备物资的人越来越多，餐馆女老板在准备盒饭，90岁的阿婆深夜起来熬粥。这是一场全民自发的救援行动，厨师、琴行老师、出租司机等各行各业的人汇聚在一起，从老人到小孩子都竭尽所能地贡献自己的一份力。当地很多就是那种餐馆，就是捐助的盒饭嘛，吃的还是比较充足，包括各种各样的饮料，功能性饮料都有。80几岁的老婆婆啊，他们在那里就是自家里面嘛做饭嘛，让我们过去吃饭。往山上运送物资的队伍在持续壮大，每个物资集散点都有大量的水、药品、食物、新鲜的盒饭、降温的湿毛巾，还有防晒用的墨镜、帽子等。后勤保障非常的充足，有那些志愿者就是拉物资嘛，都是一车一车的往那边拉，很多当时的水已经堆都堆不下了。当时最开始是全部是买的矿泉水，后头直接说查功能性饮料，后面全部是送的那是功能性饮料。不停的捐赠物资太多了，无法用形容去想象那种，就是中国人的团结，重庆人的团结，就相当于这大家就是说你缺什么，我马上就想尽一切的办法。给你搞过来。重庆的高温天气已经持续将近半个月，平均气温在40度以上，加上山火燃烧，救援一线体感温度更高，需要有降温解暑的物资支援。很快，成堆的降温冰块、冰镇饮料、冰棍、冰粉，各种夏天解暑的小吃都被送往山上。那么高的山顶，灭火现场还可以吃到那个冰淇淋，还可以喝到冰水。嘉陵江是我们的母亲河，缙云山就相当于是我们的父亲，大家非常团结，在努力地完成这个任务。在后勤物资保障的同时，缙云山发生山火后，北碚区防火指挥部决定从北碚缙云山到碧山挖一条宽度100米、长约10公里的隔离带，以阻击山火的蔓延。开辟隔离带是山火救援中最重要的工作，在合适的地方将易燃的大树、灌木、杂草等清除干净，开出一条数十米甚至上百米宽的空地，才能有效阻断火势蔓延。开辟隔离带除了挖掘机外，油锯也是经常使用的重要工具。很快，紧急招募油锯手志愿者的消息在网上扩散开来。95后小伙李涛是一名房产经纪人，有使用油锯的经验。火灾发生后，他主动担当起救灾油锯手负责人的角色。他开始通过朋友圈等渠道多方联系和组织油锯手前往北碚缙云山火灾现场救援。我打电话，他说有啥子有事，然后有啥子，我问他有啥子事，他说他在屋头看了个视频，看了心里很难受，然后都喊我去，然后现场帮忙嘛，然后他说不管做啥子嘛，能帮啥子是啥子嘛。当时去的时候也是差不多晚上7-8点的样子，
当时就去了那个北碚缙云山，第一天大概有50几名志愿者嘛，都是游击手。首先我是重庆人呢，我肯定要上嘛。我觉得怎么说也是一个热血男儿嘛，也有力气，怎么不上去呢？一定要上啊，这个没得说，一定要上。李涛在朋友圈发布的招募志愿者和游击手的消息在网上迅速传播。当天晚上11点左右，准备睡觉的小学体育老师陈志章也刷到了这条消息。因为我家是农村的嘛，我会用那个游击，所以说就连夜和我另外一个同学同事和另外几个退伍军人，我们一共就5个人，然后就从这边就一直跑开车到那边去。当时那天晚上我老婆不知道，那个外国人都来支援我们了。重庆市民口中的外国人，中文名字叫弗兰克，是美国弗吉尼亚人，已经在中国生活了很多年，大家更喜欢叫他老弗。老弗是西南大学教育学部课程与教学专业的外籍副教授，他也是在这一天看到了志愿者招募令。北碚区歇马街道需要40名会组装、维修、使用油锯的志愿者。I have some experience from that back in the U.S. I used to own a chainsaw and I've cut down trees even after storms. So I knew it was a, you know, kind of a specialized thing. Not everybody's really used to chainsaw, but I was like, yes, I can do this. See what we can do. 经过测试后，老福正式加入了游击手志愿者队伍。在歇马街道集合点，老福和志愿者们一起领到了征集来的油锯。他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迅速组装检查油锯。Me and the Lees were checking out the chainsaws to make sure they were safe for use. You know, they had the safety, you know, features installed, the chains on the correct direction, that's the right tension, not too loose, not too tight. Then we worked on gassing and oiling them up properly. It runs on a gas oil mixture and then it oils the chain as well. So we just made sure everything was safe and ready for use. We made sure we started them all up.傍晚，50余人组成的游击志愿者队伍分批开始上山。李涛、蒋树威和陈志章等游击使用经验丰富的人，作为先锋队，第一批向山上出发。参加游击手的，我记得有律师，有事业单位的，还有农民，还有那个一些卖货车的啊，跑滴滴的都有，各种各样的行业都有。那天晚上都感觉爬不动，因为只戴了一个头灯嘛，看不到，然后在那个树林旁里面穿过去嘛，都感觉很上行很难嘛，而且那个当时挖机是挖了一截的那个路，就是很多那种灰尘呢，一脚下去都是差不多下去那个20厘米深的啊，踩下去一个窝窝。上山的过程中，有很多正在运送救援物资的各类志愿者，这是通往一线着火点的最后一段山路。坡度已经接近垂直，越野摩托也无能为力，志愿者们都是人背肩扛，徒步将物资送上去。看到有很多人在背背我去上山了，20多斤吧，20多斤。多数人都是背一个，因为背两个的话不好弄，那个太重了之后，那个背篓它往你的重心往后面压的话，你人那个路太陡了之后是走不稳的，是会往后面倒的。因为重庆就是山高路窄。没办法，你只有靠人力，志愿者有年轻力壮的扛，就是你油锯需要油嘛，还有水嘛，这些你冰块这些嘛，需要往上面扛。志愿者们到达山顶时已经是第二天凌晨，山上浓烟滚滚，体感温度接近60度，轮流休息的消防员席地而睡。我看到就是武警嘛，躺到那个竹林里面在睡觉，一片片的，很感动，真的。那个地下垫底都没得，都是地当床、天当被，都是那个直接都躺在那儿都在睡了。他们已经是在山上面，就是工作了几天几夜了，他们就大概就是眯一会儿嘛，睡个1-2个小时，起来又接着干。在距离着火点最近的地方，就是武警、消防战士。在那个山顶的时候，那个云南的。那个消防官兵他们在火源就是旁边，不怕火，拿着水枪直接灭火，因为那个火在他们脚下的。当时那个火过来的时候是特别的高，我们就在那个后面给他们传送那个灭火器。当时我记得很多那个志愿者叫他们回来不要冲，说你们不要命了什么的。
快在上面干啥子？快！快下来哦！当然，我们还是冲在上面，一直不退。最开始那个可能温度差不多60几度吧，60-70度，特别特别的热。缙云山与璧山隔离带的贯通，有一段悬崖峭壁，这一段的开辟需由经过专业绳索作业训练且会使用油锯的人完成。北碚山城雪豹青年救援突击队是重庆民间志愿者自发组成的，成员来自各行各业，每月保持着3到4次全天专业训练。队长彭刚和队友一起参加了这段隔离带最后的开辟。100米的隔离带就处于那个山顶的悬崖之上，垂直的50米，我们就把那个绳索固定在树上面，我们就直接掉下去。绳索和那个油锯必须是一个人操作，晚上基本上就是漆黑一片，你什么都看不见，就是时时刻刻你要注意，不能让油锯碰着你的绳索。根据你的经验，然后树是往哪边倒的，你要看那边有没有人，就是你必须要注意的。燃烧的山火离正在开辟的隔离带越来越近，如果山火继续蔓延并越过隔离带，会威胁到缙云山核心区。这个隔离带再过来500米就是核心区了，里面有很多珍稀的植物啊、动物啊，还有我们一些古迹啊、通信设备塔台啊，还有居民啊，这边都是有的。如果过来的话，这种的话损失是无法估量的，大家都在埋头做事，都想保住缙云山。最后一根树枝给那个大风，大风啊，大风啊！历时53小时，防火隔离带开辟贯通，此时山火依然凶猛。上千名志愿者开始顺着隔离带向山上聚集，搭建起了一条长达2公里的物资接力传送带，将山火救援前线所需的物资手手相传到最前方。从那个山脊到山顶全部都是人，直接就是排着队嘛传递那个灭火器。当时的我记得他们讲了一句话，那个隔离带不是最后一道那个防火线，人墙那才是最后一道防火线，绝对不会让那个火踏过我们这道墙。虽然火灾现场它不是战场，但是我们当时就是把火灾现场当成战场，大家都不愿意撤离，都是想把这个火扑灭下来，都是想保住自己的家园，大家的心都是很齐的。一条像长城般正在传递物资的人墙蜿蜒在缙云山上，这一壮观的景象被航拍摄影师周轩记录了下来。火线跟我们就是志愿者还有我们的一个救火人员就像一个人字一样，这种网上经常有评论说确实像个人字，就是他们头上戴的那些头灯然后不停地晃动在上面的工作，就远远看去就像连起一条线一样，所以给我的感觉就像长城，就像城墙把火挡在这个山的这一边，就它没有办法就烧过来。这张从航拍中被截取的照片在网络上引起了关注。这张图片就是想展现我们重庆人民的一种凝聚力，众志成城，就是大家都互相不认识，名字都不知道，但大家就互相帮忙，单纯的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把山火灭掉。就我在现场就能感觉到那种氛围，也是展现出重庆人的不屈不挠的精神。到时候只要有困难，我们全部那个群都上，善事满天星，聚是一团火，都是那种。这次缙云山山火扑救，核心力量当然是专业的消防人士和先进的科技保障，而志愿者市民们雄起的劲头，更组成强劲的灭火长城。有人算过，送一只这样6公斤的灭火器上山至少要半个多小时，但用完这样一只灭火器只要30秒到1分钟。可是在一趟一趟的接力输送下，灭火器管够。哪怕灭火现场要一袋冰，40多度的高温天气里，志愿者们都能毫不迟疑地成功地送上去。在救火现场内外，这样雄起拼命着的有几万名普通人。同样的场景发生在山火过后的工作中，
想要去清理植被、捡拾垃圾的市民满满当当。有人笑说，捡个垃圾都要这么卷，这就是平凡人雄起的可爱。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陈琳，再会。